失去，未喷豁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无法解释得失错路。欢迎来到冰雪联盟，冰雪大显身手。十元，十三元，十一元，十六元，舒服。这个我赚的呀！哎，这谁要打断我？哪里哪好妖？你能把我打断？我还都不信了。你怎么样嘛？回城还是来得及的呀。哦，这个男枪，偷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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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偷是真的铁。这个男枪装老师傅。十五块，他带的是迅捷啊，这英雄推线有点快的，我操，上来就推，难受，那我也得推，我推不过吧，我操，这也太快了，他们的身体真脆弱，等先攻好，十元，你干嘛？我又不训你的呀！哎，十六姑娘往前上，你搞得好像你很强的耶！耶，你搞得好玩，哎，耶，你搞得好，耶，耶。你搞得坏，你真的是啊！不像话，学青年。他好像能唬住我一样，不理他的呀，完全不理他的呀。泰隆来抓，求抓，哎，求抓。泰隆学的 Q 没法抓，我还就该补刀补刀。哟，我操，我走错了。好像没给他推出去，买个这个，直接过来，我不亏的。天空没好。你搞得好，哎，我又不是你的呀，我赚的呀，撞老师傅，撞老师傅，撞老师傅，哎，撞老师傅，这个机会，耶，撞了，又撞老师傅，觉得自己滑蛋放得很帅，来人头 K 一手，哎呀，兄弟，我的激光刚好，撞老师傅。泰隆在上，丢了，回家回家回家，来一个优势很大，走了，收了，收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个点一下，这个点一下。先攻，哎，还是触发。打拳，哎，怎么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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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钱，哎，好，也不过分啊，也不过分，过分的话泰隆来抓我。打钱，哎，他受不了了，小心泰隆，小心泰隆啊，小心泰隆。再吃个药，保持满血。来打钱，哎，难不难受？这波线我不推，不推。来打钱，激光跑不了，那、跑不了。怎么说？兄弟烦不烦？哎，烦不烦？我也不给对面泰隆抓我的机会。把我先攻倒了，让他不敢摸这个钱，他这个太难受了。小线一控，一激光，吓唬一下。好，形态决定功能，反手一个大招，不出血，走了。桑杰，睁眼，闪现好了啊，可以稍微的奔放一点。出来先吃我一激光。点死你，点死你，一激光，你痛不痛？再打我，哎。打不到，打钱就是一激光，不解释。一激光打不了，不出去，别想抓我，不存在。那吓唬你是可以的，我不会上的，我不会上的，我又不是傻瓜。但是这波我队友来了啊，这波他被打失了智了。这明显原来泰隆不在后面啊、已经打得丧失理智了，这个明显的吃饱塔钱。泰隆 OK 回家，回家啦！他只有六等啊，他只有六等。这泰隆挺肥的，又要抢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！哟，他们打回来了啊！反正我跟男枪合并发育，小压他就行。不过分啊，不过分。一激光，小心打野啊，小心打野。一激光，好，泰隆在野区，我看到了，自己把自己闪现打出来了。他有点失去了理智了，但这波泰隆在我的右侧，我很危险。我卡在这里，偷不钱。跑得快。我知道泰隆在哪里，他不能控线，无所谓。
TP 过来。Shut down. 啊啊啊！一滴光。赛龙来了，但是没有机会。哎，已经失去了理智了，这个人。这个好像杀不了吧？这个有，这个杀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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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就打残。泰隆已经失去了理智了，啊，这个男枪打得有点急躁，但又没什么办法，就只能难受。想好了，啊，想好了。不停的激光刺他，脱光前回家，有炮车。这个泰隆现在没有地方去，他肯定要抓我。激光，出钱十八，一激光，折纸，送就一个字，送就一个字。已经丧失理智了，丧失理智了，丧失理智了。嗯，刚好啊，刚好，刚好大面具，男枪装老师傅装不起来，很难受。兄弟，帮忙打个蓝。我有闪现。他们全是废品。兄弟，给个蓝，给个蓝。想抓我。Double kill.哎，怎么说？哟，你还想杀我？你想的多好嘞！哎，你这么肥的头，你想怎么想起来的？你这，你瞎胡闹吗？你这，很舒服。又想撞老师傅，撞不起来。男枪已经挂机。蓝枪已挂机，很快一切都将开启，即将脱落。快！快！哎，不至于吧？你还不是让我吃了？不至于吧？我去塔，哦，没吃到。我突然就瞬间头铁了，对面已经挂机了，已经赢了。我们出这个美甲的血红剑。哎呦，又撞火了！我感觉我被这个男枪传染了，瞬间脑淤血。来，蹲他一手。算了，追不到。上去了，就想抓我，哎，就想抓我，撞老师傅，舒服，啊，不要，
一激光三波红蓝 buff。这舒服，我下去了。形态决定功能，对吧？他们应该二十头了。哎呀，爆车！你知道？马赫全开。Killing spree。海龙不会来报仇吧？要么干净，要么被敌人。嗯？这有眼吗？我惊了，这里有眼，把我伤害树搞掉了。我操！还好，我伤了一个啊，不亏。杀了一个。这个地方有眼，我是没想到。浓缩掉。带个这个，舍弃掉这身臭皮囊。一个人是挡不死我的，啊对。装老师傅那就不好了，那我可能就要一手点名杀了。这巴德为什么来这么快？撞他！钱不够。难受，从现在开始一并抄，从现在开始一并抄，要么对面投降，要么我抄神，只有这两种可能性，看他们选不选择投降。哟、哦，他有闪现，对，盯我杀，装老师傅。问题不大，巫妖够了，兄弟有数。巫妖一出，我就能秒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并操。从现在开始啊，六杠五的数据开始啊，来，抱团打大龙。分析路径中，吃波大鸟。大龙搞起来，一激光头破拳，舒服。拥抱进步吧！一激光，
绿激光。好，给的不少。庄老师傅，哎，庄老师傅，忍你很久了，庄老师傅。来，大龙收掉。来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。大龙收掉，大龙收掉。哎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快。收掉。双弹两成输，你想抢龙不存在。你想抢龙，你想干什么？没有大招，没有大招。先杀人。好，大龙收掉。哎，再混个助攻。给个助攻，给个助攻，没有，我操，一个 Q 就秒了。买个这个，哎，买个这个，秒表在手，先不等，搞点什么？来了，来了。来，这里号称一个老师傅，来，就杀老师，专杀老师傅，专治老师傅，嗯。跑了就算了啊，跑了就算了，不要神偷鬼脸，神偷鬼脸，不要神偷鬼脸，教给我怎么说，你神偷鬼脸，神偷鬼脸，你不要神偷鬼脸，你不要神偷鬼脸，那你不要神偷鬼脸，交出你的感情，想不想杀我？想好了，秒表见水，不怕，就不怕，哎，对了，就不怕，嗜血反杀，好捧子，赶快跑。刚跑刚跑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故意的知道吧，我这波为什么送给他一个人头，因为这把对面少个人，我并不想这么快结束游戏，想让对面有一点游戏体验感，不然他们可能觉得我们五打四欺负人。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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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金丝你开，TP 来了，别怕，来带走，听说对面还想有赢的想法，就庄老师傅，庄老哟，庄老师傅，情况不对。分析路径中。伤害并不是很多。快跑快跑快跑，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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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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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面现在装备不错了，我们可能要谨慎起来了啊，要谨慎起来了。等下一条小龙，大龙，我们团一波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十块，
别，上路被抓了。双老师傅，双老师傅，逮到，隔墙输出，点个 W 定住，继续输出，不谈。四成说好、准备大龙高血，我说了好，够了够了，没蓝了，我走了啊！你们不走，是的，别怪人，我先溜了，我先溜了。好，再来个，第四条小龙。大小龙全吃。我们可以先去当了，这是第一个现身者，大龙大龙大龙，哎，怎么都没血呀，他们打大龙了呀，这样子小龙小龙小龙，好，小龙搞血，一激光，小龙他们肯定要打的。收了收了，金身在手，心不得。一激光，一红吸，一能量，一激光，舒坦，十八层书，直接投降。没得打了，没得打，他们少个人。